所以你看这里，今天呢又是年味儿的十足。那么我们可以看，因为离北京只有200多公里，来自京津冀的很多游客就到这里开始旅游，这儿的人呢真是络绎不绝。那么我带您一起来逛逛这条古镇，平均每一户的这个去年的人均的户收入就达到了10多万，应该说玉线剪纸也大大的。 我的经济哭的是一个猴子啊！您看这大娘这儿一天能做几个？一天能做2个啊，就2个呀。对，那可能需要的工艺就比较复杂。有这个小楼，哎，这小楼今天是什么了？1600多度的铁水打在这个城墙上。那么这些老艺人经过多年的这个记忆呢，可以看到这个树花是火花四溅啊，这个打树花就可以不受。 这边怎么样啊？我觉得还蛮好玩的。大家发财，走起！